可能是很早就有的伤口，比较大的床头撞击。车从位置掉出来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塑胶袋，这个死亡的原因之一啊。抹香鲸在台湾偶有发现记录，并以东部海域占绝大多数。在搁浅记录方面，以西南沿海及东北角海岸为主。为何抹香鲸会出现在台湾海域，以及为何会搁浅？直到最近，当我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它们的同时，也发现海洋正在释出的警讯。